因为你不知道法的尊贵啊。想到现在这印刷术又经验，拿着一本经随时印好多好多经，你知道经书的困难吗？这也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啊。过去时候，在唐朝的时代，咱们国家经书不多，印度师傅带来的，所以那个时候大德高僧到印度去法去，这像玄奘法师啊、一经三将法师啊、法贤法师啊，这是没办知道的，他们成功了。成功的就是他们回来带回很多经书，翻译很多经书。还有去的人死到半路上了，那到那儿回来没有什么成就，没学到什么经的，这样的很多很多。对，去100个人，回来10个人也没有。对，那时候取经多困难呐！那你从长南经过好几年才走到印度，现在我坐飞机3个钟头就到了，2-3个钟头就到了。但你到了是到了，经书没有了。你现在到印度找经书啊，不如到中国来找，日本、中国、印度没有了，已经断了。那时候取经有多大困难呢？简单跟大家介绍，一经三藏法师有种事，他就专门说这个经取经的困难。他说：“晋宋齐梁唐代间，从晋朝开始，一直到唐朝，说这个时间，很多大德感觉我们国内没有经书，想学没有。”到印度去取，啊，说高僧求法离城难呐，很多法性到印度取经，确认成百，归无师啊，去100个人，10个人也回不来，乃至回来10个人能翻吗？翻的是不是满众生愿呢？所以一经三藏法师。在叹息啊，说在晋宋齐梁唐代间，高僧求法离长难，确认成败归无实啊，后者言之，前者难。说后来这些贤人说信佛弟子拿起佛经来，他知道这个经怎么来的吗？他知道前头这个大德们取经的困难吗？在取经的时候，路远蔽天为冷解，10天头就像经过那个沙漠地带，对，在中午像咱们夏天一样，在早晴晚上比冬天还冷，所以说路远蔽天为冷解呀，你走到那个地区，那时候风沙非常之大，那个沙子风吹起沙子，把太阳都折到了。沙河折日力疲单，身体一点力量都没有了，就是耗精力耗尽了。这样的死的半路是很多呀。后者言之，前者难呐。后来的道友，你不知道先贤怎么取经的。经过多少困难呢？往往讲经轻易看呢，说拿着经书啊，随随便便的不重视，你不知道这个经怎么来的呀。我再把这个事再念一遍，这个一经三藏法师是希望大家成为惯性说。晋宋齐梁唐代间，高僧求法离城难呐，确认成百归无实啊，后者焉知前者难呐、啊？
路远蔽天为棱解，沙河折日立体丹。后贤入为难思子，往往讲经轻易看。说这个道理，后来的道友不明白啊，他拿起经本来，轻轻易就放过了，就看了。直到过去古来的人，他们怎么翻译经的？而且翻译经的一场是几千人呢、啊，有的韵文的，有的韵文字的，一个字都斟出来斟出去，这个定义下不下去，看看那一场的困难呢、啊，困难呢、啊。咱们现在看经，印刷术发达，有的是多印几本，拿起经来甩甩哒哒，没有功利心，所以开悟的也少了。成道的也少了，正果的更没有了，因为你有一份写付出，才有一份代价。你什么付出都没有，轻心慢心，想成佛呀，想成道啊，想了生死啊，没那么容易啊。无量劫来的意啊，因此我们现在闻到的法，对法一定要重视，重视。就是我们现在学这个经，弘扬的也少，用的人也不多。地藏菩萨告诉我们，说你必须得发起自信，不止这一法，你学哪一法，你必须有诚诚恳恳的进入，你才有收获。不是我们学佛要想成佛，要想了生死，咱就看看世间，你想挣几个钱，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，乃至于当研究生，学门技术，学本事，那是为了吃饭呢、啊。你才能吃得好一点，挣的钱多一点。说你要想了生死，学佛法，把无量劫的困苦流转都得断绝，那这个代价就高了。你要怎么样的付出啊？不是轻心慢心随随便便就能得到的呀。看看过去那个的古寺啊，修道者他怎么成就的呀？说到开悟，大家听了明心见性，顿超直入，立正菩提，多方便呐、啊！禅门一炷香，插一支香，在那一静坐，哈，这下开悟了。大家是看到这一时了，那个禅宗的大德，他无量劫来的修行，你没看见呢，就看到现实的开悟。这个悟啊，就是明白而已啊。如果是这一悟就成了佛了，释迦牟尼佛没受记，大家看看吧，只有寄生释迦牟尼的菩萨。我那时候在孤山庄，所以禅堂跟我们学堂两个经常吵架闹嘴斗争。禅堂说我们这一开悟就成佛了，什么时候开啊？说禅门一炷香，这一炷香烧完了开路了，顿超直入，立正菩提，有这么便宜的事吗？那些佛那都成佛了，这世界上就没什么众生了，不是这个样子的呀。只是他开悟明白，你知道他过去无量劫的修行吗？你看他一时不行啊，对。因此我们作为道友学佛经的时候要尊重经典，你尊敬三宝，法宝啊，
佛不在世了，法宝就是佛呀。你能够把经书当佛看，你对于开悟啊、了生死就近多了。你要恭恭敬敬的，不论哪一部经，我看我们很多的念弥陀经道友，拿起弥陀经甩甩大大的，一点恭敬心都没有，能升极乐世界去啊？我给他下个断语，你对弥陀经都不尊敬，你念的佛全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你必须有个诚恳心嘛。善男子，要用沾差善事受报差别者，说我想观察我过去，过去的还有过去，现在未来，现在的过去，现在未来，未来的现在有三在，现在过去未来，是三世就是九世，再加你个根本无名，这十世，一般们都说十世啊。说想弄沾差轮，学沾差三德业报经嘛，就得先学会用沾差轮。那你把这个轮呢？第一个轮啊，开成六个轮啊，我们那轮一共是十九个啊，这是先是六个的第一轮啊，每一个轮都是四方面，四方面三面写上字，一面空白，空白的意思啊，它已经超出数字了，不在数字之内，所以凑这个十九个数字，这个六个轮，第一个轮可以一二三，再一个轮可以四五六，再一个轮可以三七八九，再一个轮可以十十一十二，再一个轮可以十三四十十五，第六个轮可以十六十七十八。为什么每一个轮都空抽一面来呢？那一面表示六个轮一起指的时候全是空白，一字不限，说明他超出三界了。对，你已经得成就了，不是数字所能占的。所以每一个轮生口意就是三个嘛，说这数字都是表深可以的，说这六个轮加起来都是十八个，这十八个表什么？表你六根六尘六识，你用沾差轮离不开你六根六识六识，三六一十八。你造业时候，不论造善业恶业，只要你一作业，离不开这四八个。当代佛门奇宿，梦参老和尚，1915年7月13日，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。1931年，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，一生学通显密，教通八宗，畅讲华严，力弘地藏。虽蒙雷泄之灾33载，弘法心志未曾稍歇。于2017年11月27日，在大陆五台山安详示寂，享寿103岁。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，少龙佛种，缅怀风范。